我只疯对不对？啊，子峰，哎对，他做的曲，然后填词人是邱甲行，永清中学的时候歌名叫做《未完待续》。子峰是吗？在盖镇的是在关卡那边。被问话是不是？对，我没有想到星期六会这么塞车。星期六会这么塞车？我才是讲的啦，我们不要在台上讲塞车是吧？唱个别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郭子峰，然后我来自永清中学。 然后今天我要为你们带来这首《未完待续》，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做贾星，他创作的。但是今天他有一些事情，所以来不了现场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它有两层意义，就是里面的歌词呢，会体现出我们现在学生的一些自己的心声。就比如说里面的歌词会提到一些害怕被父母骂，考试成绩不好，然后就。 每天这样子懒懒散散下去的话，父母一天一天变老的话，在未来会怎样呢？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就是里面我还有提到，就自己的宠物乌龟，连自己的宠物龟也跑掉，也抛弃我自己了。然后就其实整首歌的歌词还蛮诙谐、慵懒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的新谣嘛，就是他们体现出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，所以我就想。 我们现在这个新娘，我就想体现出我们现在学生的一个故事，所以希望有很多学生听了过后会有深同感触，所以带来这首《未完待续》，谢谢。 忽然变老，最心爱的乌龟跑掉。你决定当佛堂拜拜，出来时候找到乌龟。突然觉得有点怪怪，感觉好运开始回来。生活中你软软天晴，世界不会。 陷阱还是全力保持冷静，也不要觉得自己不行，生活那边遇到困境，别做生活中的逃避，站起来继续，fighting。打起石头的不准，打勇士是手机不顺，被老师臭骂了一顿。 妈妈说你快给我滚，你决定当佛堂拜拜，出来时候找到乌龟，突然觉得有点怪怪，感觉好运开始回来。生活总比日日天晴，世界不会因此暂停，也为小事乱发神经，还是劝你保持冷静。
欢在那边多人，多多人，多人的啊，在那边往前站一点好了。啊，也难怪。Fighting Fighting， 未完待续这首歌曲。是的，哇，我们子枫呢，这个每年都有作品，去年他也是有参加，那个作品也得到大家的这个重视。是是是。那今天这首歌曲，我们听听水安老师的说法。未完待续。这首作品听起来相当慵懒，但是他到了就是副歌的时候啊，还是很有，就是他有两层意思了。虽然是慵懒，但是后面又很对。之所以这首歌会叫未完待续，就是我们学生每天虽然就是哎呀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要上学？为什么会被父母骂？但是到最后你还是要长大，你还是要面对现实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 fighting。所以未完待续有一大堆的challenge 在前面来，你要面对啊，是是，对，非常棒。challenge 叫挑战啊，挑战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有点紧张，有点对。Fighting 里头是什么 ？Fighting 是奋斗，奋斗，要讲挑战啊，对，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首作品，我自己相当喜欢。对，因为他除了调皮，他又可以激励人这样子，所以是相当不错的作品。我觉得他不止一首作品吧，应该是蛮成熟的一个创作人。这个铺垫很完整。对对，铺垫完整。所以他其实是蛮老练的一个创作人，我感觉上。对。你常听谁的歌？他说来听听。老练了。劳教啊。费玉清，费玉清。啊？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开玩笑都在打哦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就我还是难怪小哥要退出这样，因为他的接班人来了。没有，就常常听一些流行歌手啊，林俊杰啊。周杰伦之类的，而且他自己演绎的也相当不错，在台上也蛮自在的，感觉上是。对，好了，到底他的作品有没有机会呢？我们要请这个魏明正啊伤脑筋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子枫，谢谢未完待续。好，这也是我们创作组的最后一位同学了。对，总共是有八位同学，然后我们只选三组到我们的大决赛。